翻腾的云雾在七彩灯光的反射下呈现出璀璨的色泽，这美景是在嘉义阿里山的石桌小镇，仿佛是人间仙境。在有云雾缭绕的夜空，民宅灯光、路灯、车灯折射后产生像琉璃一般的透光色泽，有一些灯光照射，然后反射到天空中的云层。这是在嘉义阿里山顶石桌的专属美景。最近连日大雨，雨势缓和后，在海拔1000公尺左右，水汽足够才能拍到。每年到了秋天以后，气温慢慢的降低，从玉山、高山的云海慢慢的往下流动，来到了阿里山石桌地区聚集。摄影专家表示，原本是秋冬时节冷热交替才会有这种景象，这回因为大雨，琉璃光提早出现，也能欣赏到这令人赞叹的景色。